十个月，救救我们吧！就是这个，他们吃的时候拍的照片了，毒性低的那种致命恶高菌。先生，我后悔死了，我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医生告诉我，他小小的几率不大。我作为姑姑，然后我想把他所有人的命都救回来。那个人一天要2-3万块钱，我就害怕我挣不了，救不了他们。所以我想让大家帮帮我。